抗癌冠军。稳血糖，轻烟毒，防癌抗肿瘤，不吃亏大了。罗汉果用于清肺润肠，治百日咳、痰火咳嗽、血燥便秘。罗汉果含一种比蔗糖甜300倍的甜味素，但它不产生热量，所以是糖尿病、肥胖等不宜吃糖者的理想替代饮料。功效与作用，中医认为罗汉果味甘，性凉，归肺、大肠经。有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的功效，适用于肺热或肺燥咳嗽、百日咳及暑热伤津口渴等。此外还有润肠通便的功效。降血糖，中医认为糖尿病是燥热伤津导致的消渴病，罗汉果不能作为主要的治疗药物，但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，且作用颇大。美容养颜，罗汉果具有清除自由基的功效与作用，因而罗汉果可以用于美容，制作成罗汉果糙米粥食用更是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。减肥，罗汉果口感甜美，可以解馋，热量又很低，所以很适合减肥瘦身，还美容养颜。而且罗汉果含有大量粗纤维，能减轻饥饿感，让人产生饱腹感，是减肥人士不错的选择之一。清火，中医认为由胃火引起的症状，治疗以清泻胃火为主，可选用胖大海、罗汉果、丹皮、生地等。罗汉果清胃凉血，适合去除由胃火引起的上火。罗汉果这样吃罗汉果水。材料：罗汉果、水。做法：一，在果两头各钻一小洞，放入茶杯中。二，冲入开水，用开水冲泡约15分钟左右即可饮用。能够帮助恢复因咽喉问题而引发的声音嘶哑、喉咙疼痛等症状。此外，经常饮用还能达到清肺、润肠之效，对便秘患者有很大帮助。罗汉果精米粥。材料：罗汉果250克，精米50克，精盐、味精适量。做法：一，将罗汉果压碎，加适量清水煎煮，共煎3次，用纱布滤去渣备用。二，精米以水淘洗前净，
入罗汉果汤之中煮粥，粥沸时以小火继续煮，直至糜烂，加入精盐、味精即可食用。经常食用能够帮助开胃，并且清理和调理人体的肠道。五种人最适合。一，经常吸烟、饮酒，需要洗肺、护肝、养胃和洗肠清宿便者。二，演员、教师、广播员、营业员等需保护发音器官者。三，深夜加班工作，容易上火，排毒能力减低者。四，常坐办公室，呼吸不到室外新鲜空气，影响肺部功能者。五，室外活动，运动量较大，体内水分容易流失者。体质寒凉的人，我们不建议喝罗汉果水，如果咽炎实在难受，以不引起身体的过度反应为鉴，你可以尝试喝少量的罗汉果水，这样咽炎能慢慢恢复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罗汉果用于清肺润肠，治百日咳、痰火咳嗽、血燥便秘。罗汉果含一种比蔗糖甜300倍的甜味素，但它不产生热量，所以是糖尿病、肥胖等不宜吃糖者的理想替代饮料。功效与作用，中医认为罗汉果味甘，性凉，归肺、大肠经。有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的功效，适用于肺热或肺燥咳嗽、百日咳及暑热伤津口渴等。此外还有润肠通便的功效，降血糖。中医认为糖尿病是燥热伤津导致的消渴病，罗汉果不能作为主要的治疗药物，但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，且作用颇大。美容养颜，罗汉果具有清除自由基的功效与作用，因而罗汉果可以用于美容，制作成罗汉果糙米粥食用更是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。减肥，罗汉果口感甜美，可以解馋，热量又很低，所以很适合减肥瘦身，还美容养颜。而且罗汉果含有大量粗纤维，能减轻饥饿感，让人产生饱腹感，是减肥人士不错的选择之一。清火，中医认为由胃火引起的症状，治疗以清泻胃火为主，
可选用胖大海、罗汉果、丹皮、生地等。罗汉果清胃凉血，适合去除油胃火引起的上火。罗汉果这样吃罗汉果水。材料：罗汉果、水。做法：一，在锅两头各钻一小洞，放入茶杯中。二，冲入开水，用开水冲泡约15分钟左右即可饮用。能够帮助恢复因咽喉问题而引发的声音嘶哑、喉咙疼痛等症状。此外，经常饮用还能达到清肺、润肠之效，对便秘患者有很大帮助。罗汉果精米粥。材料：罗汉果250克，精米50克，精盐、味精适量。做法：一，将罗汉果压碎，加适量清水煎煮，共煎3次，用纱布滤去渣备用。二，精米以水淘洗前净，入罗汉果汤之中煮粥，粥沸时以小火继续煮，直至米烂，加入精盐、味精即可食用。经常食用能够帮助开胃，并且清理和调理人体的肠道。五种人最适合。一，经常吸烟、饮酒，需要洗肺、护肝、养胃和洗肠清宿便者。二，演员、教师、广播员、营业员等需保护发音器官者。三，深夜加班工作，容易上火，排毒能力减低者。四，常坐办公室，呼吸不到室外新鲜空气，影响肺部功能者。五，室外活动，运动量较大，体内水分容易流失者。体质寒凉的人，我们不建议喝罗汉果水。如果咽炎实在难受，以不引起身体的过度反应为限，你可以尝试喝少量的罗汉果水，这样咽炎能慢慢恢复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